本节目由老乐山风景区独家特约播出。农业节目国庆特别节目乡村大集合，我是毕明鑫。现在呢，我们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老乐山旅游度假区啊。这里呢，大家一看啊，好山好水好人，中不中？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四位特邀嘉宾。大家好，大家好，这位赵亮老师，欢迎他。哎，他身边这位有点绿的啊，来自东北的笑星孙云龙，欢迎他。我右边这位时尚美女青年歌手潘晨。 Hello， 大家好。帅哥青年歌手王博文。大家好。咱们这个游戏啊，要分成两队，这个咱们本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啊，就由我们美女你来在他们三位男士当中挑选一位作为你的搭档。按照我们九零后的标准的话喽，那肯定是我们的博文啦。哇，我觉得我不用说话应该就选，应该是内定了。这男人不行，这么抉择不公平啊。不公平，你说你想怎么着？你长得帅不行，但是最起码你长得帅，我也不逊色你。要干嘛？要干啥？要干嘛？你干啥去？我长得比你可爱呀！什么鬼？我可不可爱？我跟你说，女孩子有一个让你快乐的男孩很重要。有这个道理。但是你不觉得他智商有点问题？我就想问一句啊，女孩子，我认为找搭档必须找一个有体魄、能有安全感的男的。但是你收的那弱不禁风、光有高个、风一吹就倒，那你最起码的，你最起码得长得像我这体魄。哎呦我！我们要 PK 一下，我也有我的才艺啊。对对对，没有你这个我也可以啊。哎，然后我还有其他才艺，你再来展示一个，来我们 PK 一下。上劲了，天就挑战我，我叫你看看我的实力啊。他说我跟你说，为了美女血拼到底。哎呀，空气刘海乱了。那我唱一首歌吧，看着我啊。还得看着他。哎呀，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这爱你的权利。哎，我爱你我的宝贝。今天我感觉女孩子还是要快乐一些可爱，对不对？你还选择快乐型的吧。对，有点艰难了吧。行了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哎呀，反正我成功了。对对，咱们已经这个选对成功了啊，分组成功了。对，接下来的比赛有没有信心？没有，可难说。这都什么队员？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没有信心，等待你的最后啊，比赛最后如果输了的话，等待你的将是一桶冰桶水将迎头泼下。还有没有信心？更没有，我心更凉了。好了，咱们让你们先看一段绝对让你惊心动魄的，看完之后我相信你们就有信心了。兵器大对决，个个有高招。第一组对决，吹镖王宋良系挑战弹弓王的飞虎。你能想象吹镖射黄豆，弹弓射断发丝吗？
来，大家看好呢，现在的难度呢是越来越大，现在是由邓飞虎挑战打黄豆，这个难度太大了。啊！哇，成功！哇，这么准，厉害！来，宋良记。哇！很准，很准。换绿豆，换绿豆，换绿豆。大家看到绿豆就这么点大。哎呀，绿豆太小了。接下来面对比黄豆还要小很多的绿豆，宋良记和邓飞虎谁能完成挑战呢？中华弹弓王挑战打绿豆。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呀，擦着绿豆皮儿过去的。好近呐、啊！哎呦，飞了，漂亮，飞了，飞了！哇哈哈哈，打碎了。哎呦，差一点，差一点，擦着绿豆皮儿过去的，太厉害了！我们要的是精确度。哎呀，擦着绿豆趟过去了。哎呦，我看看这个擦着什么过去，走走，我看啊。啊！好、啊。宋良记和邓飞虎成功命中黄豆和绿豆，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难题是打断头发丝让易拉罐落地，难度太高了，导演这次是有点强人所难了，成功与否让我们拭目以待。来了，镜头跟前。哎呀，擦着头发丝过去我都听到声音了。啊，蹭到了也在晃，打两个钢珠中间，没打中，人家自己都说没打中，差一点，差一点。没关系，我们要的是百发一中的效果。你这个太细了，太细了。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休息一下吧。三下打中的还没断，没办法。三下已经碰到头发了，但是没断。但是没办法，我们要的就是可乐罐掉下来。经过很多次尝试，邓飞虎始终未能打断头发丝，身上的钢珠都已经用完，在天气影响非常大，信心又受到极大打击的情况下，他能成功吗？加油，这个难度是很高的。明白了啊，我等一下。飞虎说他明白了，他没有让你，我重新绑一下，重新绑一次啊。邓飞虎好像是想到了什么，要求重新绑一次头发丝。来，重新调整位置之后，我们看看，飞虎继续。他压在里面，压进去，压进去，把线头发丝压进去，还不断。继续，继续，继续，我们期待这一刻。重新绑过头发丝就能打断头发丝吗？邓飞虎真的能成功吗？哎呀，弹弓王名不虚传，宋良记很可能无计可施了。宋良记加油啊！宋良记，宋良记就在你了。哎呀，飞镖吹断头发丝，擦着头发丝过去的。他这个更直观，因为他多到后面以后，我们能看到具体能差多少。啊！都打断了，所以说今天两位可以说是不分雌雄。第二组对决，
飞斧世界纪录保持者徐巨桥，飞刀鬼才郝东，到底谁能更胜一筹呢？我们来进行第一轮。第一轮速射段曲梗比赛规则，一共十一个靶子，其中除6号靶子上是气球，其余靶子上绑的都是曲梗。两位挑战者分别从两端进行速射，砍断靶子上的曲梗才能继续进行比赛，率先击破气球者为胜。开始。哇，非常准。哇哇，哎呀，还有一刀，啊，巨小巨强，你干什么傻呀？你那扎，你扎断了。有一点，你那一扎断，你就扎出6号那球去了，你还扎那个？巨强的前面几斧子非常快，到到到，获胜者是郝东。第二轮蒙眼听声比拼，由现场观众随机挑选5个靶子并挂上铃铛，5个铃铛同时响起，两位挑战者蒙眼听铃声投射，射中靶子数量多者获胜。现在呢，我们就把这几个号牌上面安置了一个小小的装置，一个小电风扇，因为这个小电风扇一开呢，5个铃铛呢会同时响，来，预备，打开。太乱，要专心，要专心。一个，好，2个，想清楚，想清楚，听清楚了。当时挺糊涂的，感觉很乱，慢慢的感觉还是能感觉出来。还有一个，你别往后边飞呀。你方向摸清楚啊。好，命中率100%，自己看看，命中率100%啊。对郝东来说压力就来了，他必须成功率100%，你必须成功。对，这个确实有点乱。请上一位观众，现场抽取5个号码，给我，来，打开开关。来，继续，安静，大家安静。不太容易听清楚，1个2个还行，后来多了以后就听不清楚了。
啊，差一个，差一个，最后一刀是吗？好，停，大家看到了，浩东怎么就最后一个听错了呢？因为他两个太近了，那个一和二是挨得很近，所以说把那两把同时飞到一个，对对，飞到一个晚上去了，咱输了，1-1，咱们三局两胜，咱们来一个决胜局好不好？没问题。宿舍比拼和听力比拼结束后，两人1-1战平，最后的决胜局，他们会用什么方式一决胜负呢？这里呢有一个转盘，是用橘汁拼成的。一会儿呢，当我们说比拼开始的时候，两位每人你一把刀，你一把斧子，不能砍断中间的橘汁，每人15把刀，15把斧子，看谁的成功率更高，听明白了吧？咱们闲言少叙，飞起来看，开始。好，来，我们看靶上的飞刀，一共15把，只有10、11、12、13、14、15，15把都命中靶心，但是有一把多断了，就是有一把多断了一个，我们算14把。斧子呢，在上面一共有10把，对，那从总量上来说，斧子已经屈居第二了。三轮比拼结束，飞刀牛人浩东获得最终胜利。本节目由老乐山旅游度假区独家特约播映。看完刚才的这些啊，兵器大对决，你们是不是更有信心了？更没有信心了？怎么更没信心了？人家这都是绝活呀！不管有信心没信心，你们想想那桶冰水。哎，我说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解救红薯宝宝》。飞镖解救红薯宝宝，两队先后各派出一名选手，用10支飞镖击打远处气球。至下方红薯落地，击落数量多者获胜。那我们先派出天线宝宝，然后解救红薯宝宝。红薯宝宝加油！不是，我得吃点宇宙的能量。赐予我力量吧！太远了，没戏。好，好，真准！哎呦，哇哇，一个宝宝得救了，两个，厉害厉害，哇！哎，挺准，挺准，挺准！天线宝宝厉不厉害？呀，没打到！好了，该美女出场了。好嘞！哎呦！哎呦！哎呦，高过了，高了！我不会一个炸不到。再低点。嘿！哎呦，还差一点，手腕，手腕子，瞬间实力。哎呦！好，用万里，用万里，对，马上就要来收获。大家给我鼓鼓劲儿，加油！哎呀，哎呀，豁出去了，来，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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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铁丢枪，真远，铁真远，太准了，哎，好，来了，加油加油加油！哎呀，你别把宝宝扎着，对，差点没扎着宝宝啊！我哎呀，最后一个，加油加油！这么多个丢人，成功一个就赢、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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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用看了，一目了然啊！4个宝宝，来，你们两位接下来，估计是大叔来，后门一个人就把他们就挑到马下。来，别说大话，没问题。咱亮哥你压轴啊，放心好了，我感觉老天爷都帮着，现在风小的。3、2、1，走。一个没中。这一看你真没练过镖，这手腕子一点劲儿都没有。你好，两个了，两个。哎，还有2次机会，哎，还有1次，别动。好，倔强。人家一个人弄仨，一个弄仨，一个弄4个，一个人弄仨，人家弄一个呢。
们这老将呢，三德兄，该你了。来，我们后援队啊，给他掌声。武林高手，玩飞镖，他们连动作都没有。那对呀，人家是在你这片里，你在片里他会武法，会范了，会溜。你这个真是离远点。哎呦哎呦，这都可以。我还真的假的试了一下。其实我跟大家说，他心里明白一件事，秒不如不秒。来吧，壮大运就壮着这一个吧。你再试点镜头，行，小一点。啊！两个了，呀，能扔湖里？哎，差点。我劝你，你还像刚才，你别瞄，你说不定还能得。要做个，你瞄到麻烦了。三德兄他们这队急救了五个红石宝宝，你们队一共四个，恭喜一回合三帅队暂时人前。接下来啊，还有机会，到了你要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就是看谁最佳搞笑功夫大比拼啊。这个看这个功夫之前，先让你们看看，也开开眼，看看啊，我们这个大集合当中其他人的功夫到底有多精彩。最妖娆的反串，他就是传说中的赛貂蝉，不仅玩转两米手绢根本不在话下，随便聊个天那也能让您笑得停不下来。不是跟你们吹呀，就我当年就因为二人转唱得好，都管我叫红月娥呀。哎呀，怎么月亮的月，讹人的讹。你别说话，那不是讹人的讹。人送外号貂蝉。哎呀，妈是又貂又蝉。这你儿子什么玩意儿？你儿子我又貂又蝉呐，我那叫又貂，你就滚一边去。我错了，妈，妈别说话，你等会儿别说话。我跟你说啊，妈唱二人转呢，那都不是强项的，哦，那都是皮毛。愿意看的话，给你们来点毛皮。注意看，先给你们来一段音乐 music。哎呀呵。哎呀妈，你拖地呢？哎呦，哈哈哈哈，好，接下来怎么还来个稍微大点的不？还能大的？等着。一风把被子捂收起来了，不行啊，我是干不动这风了，是吧？那你保重身体啊。为了能赢得最能招笑奖，下面这两位二人转演员可是施展了全身解数，您瞧这一亮相就笑翻了全场。有请孙云龙。哎呦天哪，瞅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智商就低。你敢说我智商低？咋的呀？在我们团里打听打听，我是最聪明的。你最聪明？啥我都会。啥都会？对。英语会不？English。哎呀哈，不错呀。我简单考你两个呀。No problem。苹果用英语怎么说 ？Apple。香蕉怎么说 ？Banana。橘子 ？Orange。葡萄。对，提了嘟了。我俩是同学，不是，要照你们俩那么说，葡萄我也会说，紫不溜丢。你滚犊子，紫不溜丢是茄子。不是，那你要照你那么说的话，西瓜还得是圆咕隆咚呗。你答对了。好，那接下来我得让你们来认识认识我这个队的。哎，大家好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二人转演员，我叫崔大奋，鼓掌的我爱你们。给大家模仿个咱赵四啊，简单的啊，模仿一下啊，先看背影啊。
注意啊，一回头你看像不像啊？一回头。走两步，赵四这俩不走，最不好走，我告诉你。说两句，声音你看像不像？那能无影啊？你说玉莲啊？那刘那孩子多招人稀，你说你怎么就吸引不中？你要实在吸引不中的话，你俩就离吧。绝活是二人转演员的必备技能之一，那么孙云龙、崔大笨的绝活到底绝在哪儿呢？你需要几个人啊，兄弟？先叫俩就行，来，掌下，你俩挨上啊。注意啊，我就奔他俩身上空翻翻过去啊，给你们来个飞人。到底，掌声激烈，再往上加俩人。我给你拽上一个就盯俩人。没事，躺下来。哎呀，啊，干啥？来，不是你也不是我一组的，你拽我。上，上不上？上不上？上了，挤一挤，挤一挤。别说话啊，安静。什么情况？你这他这急刹车，差点没栽沟里去，感觉。我说大肚哥呀、啊，你这胆儿比跟你的肚子相比可差老了。那个，下面请欣赏啊，孙云龙表演的节目《同归于尽》。你翻过来，我为啥要翻过来？你翻过来我能找准。不是你、啊，不是行不行？就说实话啊，行不行？我这是不是太宽了？他真没准。没事，这个跟头吧，我现在都已经很成功了，放心，我现在这个跟头成功率已经达到3%了。已经没表演就弄一脑门汗，崔大飞已经虚脱了都。不是虚脱，主要是吓的、啊。说实话啊，他演的真是很不错，但是呢，我是绝对是不服他的。来，大掌声，我来一个了，鸡舞献给大家，音乐。激烈，得再来一段，再来一段，来一段，那我再来一段也行，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自己来没啥意思。这么来到掌声，我找俩观众，我们来个群鸡乱舞。那个这个舞蹈特简单啊，双腿自然分开啊，分开，弯曲，好，夹紧。OK 吗？你这夹不上吗？这手这样的。记下叫了啊！二三四，好，一定要跳，一定要跳啊！来吧，上电视了，来音乐 ，music。哎呀，看大肚子，哎呀，脂肪都甩出来了，这玩意儿。谢谢啊，谢谢二位啊，谢谢。咱们再来个绝，好，来，有请工作人员给我上道具，来，给大家来个绝。下面有请孙龙老师给大家表演一个下高啊，这个是前空翻3.5周尸体落地。你还别说，我从这个角度看，你还真是红孩儿，你都在云彩里了。安静，安静，一定要安静啊！1、2、3、4！哎呀，哈哈！哎呀，毕明鑫同志，哎，你看大笨也不说话了，是吧？为完了，我们这边汗冒的挺多，太绝了！要不然你也从三张桌上往下翻。我虽然不会翻跟头，啊，但是我有别的绝活啊！来吧。把一段口技献给大家，来来来，我们看看，
中国的口技有很多啊，比如说评书老师单田芳，咱们上门说说都，刘关张第一兄吧，三人骑着大马，马跑在砂石路的声音是这样的，驾。这是中国的口技，还有一些长号啊，就没啥意思了。给大家学生一段外国的口技，大家欣赏一下啊。学生一段架子鼓，都是皮毛啊，这也不算什么绝活，来个我自己发明的口技，就是不用嘴的口技，算不算绝活？算不算？学生一段低音贝斯低音节的人，就是不用嘴的口技。你要吐这是。好，表演结束，掌声鼓励。哎，还挺绝。本节目由老乐山旅游度假区独家特约播映。哦，啊，这高手，你是喜剧演员？不是，我觉得高手高手在民间。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最佳搞笑环节呢，有点特殊的含义。来，上瓶水。逗你喷，双方先后各派出一名选手，分别采用语言和肢体动作逗乐观众喷出口中的水，成功次数多者获胜。好，咱们一六一来。一年小傻雷，他是哪个单位？哪个单位？他是哪个单位？不能往下咽啊！哎，要往下咽不行，这小伙我看看咽一口。那喝了，喝了，咽一口就算啊！一拿个弄下来，这不行，咽了就得放这。哎，鼻子从鼻子里，小心！哎呦！这个形象好看，漂亮。平时没敢说这话吧？没敢。你不怕他削你啊？我夸他漂亮还能削我？喝了。哎呀呀呀呀呀呀！不练弄啥了？你别不好看了。找媳妇了没？找了。找了你还出来看别的女人？你看啥来？开始朝哥，别住，可不敢笑。又喝了，又喝了，又喝了，还拿一个，这是口渴来的吧？准备好了？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距离比较安全。你看我弄啥了？你看他，你也喝了，你喝，真喝。点头的给你拿一个，点头的就他娘了个脚，你累死我了，你再喝一口，你既然喝了再喝一口，喝不要钱，随便。哎，你看想啥？可以，我不说想啥了，你又喝了。拿过来，快点喷了！咦，你不行，想哪？蛤蟆，又这样好看的蛤蟆，你见过这么好看的蛤蟆？好了，哎呦，我这说，能家养鸡不？那个鸡后边时间到，你换在天津宝宝队了。三德刚才是七个，哦，这汽油团还在吗？啊？对，别管怎么地，我是认为啊，不管比赛你们乐不乐，演说口水，我拿一个，拿一个，我这啥都没演呢，我成功了。
其实搞笑很简单啊、哦，但是说要真正站这块逗你们搞笑，我感觉很难。为什么呢？我总不能去膈气你，对不对，老妹儿？我就说实话。但是今天这么开心，前面老师演的整的也不错，您得了7个，到我这块呢，我不知道能得几个。但我也希望没事说你们看我的时候能乐两下，最起码别拿真把我当宝宝，好不好、啊？3个都乐了，首开得七，首。七开得胜，我手开得七，好像喝水吧。手开得七，你数学体育老师教的呀？别再捣乱，你扰乱我的思路不行。哎、好，憋住，我刚才想说。时间到，没到时间啊。我想刚才想说，对我想说的是，就是刚上一上来，我七怎么说那句话？什么得胜？旗开得胜，对，旗开得胜。嗯，很开心啊，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俩美女，这也能笑，这也可以。我发现我不是来逗你们仨来了，是你们仨来逗我来了。开始，你们三个是憋住不乐的那种，其实不乐就不笑也有好处，但是我认为不笑不好，因为不笑不笑有三嘛。这个美女真捧我场，干了4个，这歌也行，4个，差着3，你还唱一个呢。好，时间到，每个人啊都喷了4次，所以是3、4、1、12啊，12来放回去，给我们王博文吧。你现在是要用形体了。啊，形体啊，不用语言了。你会演大猩猩吗？会，嗯。行。啊，一个啊，好。大猩猩，不容易，大猩猩、啊。先喝口水，别着急。你看这小帅哥，居然能变成大猩猩！刚才演的是公猩猩，现在我来毁形象来了。现在演母猩猩。公猩猩。这猩猩，这是残疾猩猩。形体还有啥？来，马上时间到，还剩1分钟，要珍惜你们队的荣誉啊！刚才你们孙云龙已经一人得12，你才7个。哎，对。没有笑。我有什么可笑的？这不也是肢体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为他们。等等啊，太难为他们。时间到了啊！啊，时间到了，好，我们来看看几个，一个，来，该你了。就按我教你的上去。亲他一下 ，Go！ 哎呀 ，Baby， 用一个动作征服他。我还没有做动作啊！多再喝一口吗，哥哥？哎呦，天哪！这样都可以呀、啊。多喝一点，喝饱啊。喝饱。你要用肢体的，用肢体，你就。咔嚓的一下就镇住他，咔嚓一下，咔嚓哪一下？一个动作投入他，3、2、1，走起！喷我一身啊！小潘晨也是得了5个啊！嗯、谢谢哥哥。好，这个不用说了，人家是。12+5=7，嗯，我们是加一块8个，8个、啊。这个进入到第二环节之后，1-1大平了。耶、yeah! ！接下来的环节可就不那么容易笑了。哦，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身怀绝技的人的表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最佳才艺绝活，第一个出场的牛人不仅说话搞笑，啊，骑3个月马哦。咱俩一斤没瘦，马瘦70来斤。还能用5位歌星的声音唱一首歌，不信你瞧。Who's always and as on stage? Who's always 这歌憋的不好学。Stay on stage of fame， 有过的幸福 ，strength and pain。这有镜头，幸福过后再让刘欢唱舞，错一对
绝对是一飞。腾格尔，谁不说我不后悔，不睡就走高速累着了。张宇，还有什么完美，我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辽阳的朋友们有没有掌声？我无所谓。模仿秀还不算学，要说带薪最厉害的绝活就是吹。随时就打气儿是吧？给我拿个凳儿。啊，给你啊。行不行？多好，你看，你还能请来这还比带薪水平高的吗？我跟你说啊，有没有？有吗？我来一个。哎呦，您是干嘛的？收塑料瓶呢？哎，收塑料瓶的啊，这得装这个塑料瓶子。啊，你是咱们这怎么绝活？怎么表演？我用它来吹个歌。把你灭掉，是不是必吹？咱还有啊，咱还能吹别的是吗？我们先掌声感谢一下大哥。来，谢谢齐大哥，行吧，哎，东东哥，你把我找 来，我就不能给你掉链子。好嘞，呵，哎呦呵，这是干啥送水啊？你这什么包？这什么都能装下这个？我今天来个超大能量的，拿着。最佳才艺绝活，第二个出场的是这位50岁的大姐，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4米高空展现吊环绝技，这需要很强的臂力和超强的勇气，让我们为她加油吧。太棒了！第三个出场的这位小姑娘，别看年纪小，
身为中国自由式轮滑国家队的队员，他已经拿了四个轮滑世界冠军，人送绰号轮滑小旋风。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就基本上你的一些技巧、哦、好不好？好，我们有分五大类动作，五大类，跳跃类、直线类、蹲坐类，还有这三个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先展示一个叫玛丽，然后看啊、哦、Mary、哦哦、哟。然后还有个叫茶壶，是蹲坐类的，茶壶蹲坐，对，好，茶壶。的确像茶壶、哦啊、前面那一条腿像壶嘴儿。还有吗？还有呢？还有比较难的是其他类的，叫变态玛丽。变态玛丽，还有变态啊，这的确变态了，还真是够变态的啊、哦、还有一个就是单轮天国。单轮，我们看看。而且这个动作世界上会做的人很少，我是唯一几个人中间的一个。哇，快给我们秀一下这个。哎呦，这个动作不错。还有呢？还有一个叫直线类的单轮。直线单轮，我们看一看。好。哇，只用一个轮啊。光是展现技巧我们看着不炫、嗯、我看那个经常那个滑轮比赛就炫的那转原地转圈。哦，这个、嗯、我强项。你能转多少圈？无底线。来，我们就看看无底线的。求你、啊、三底线，一二三四五五五，讨厌，五，他自己数着呢。行，你不能再转了，我很晕。我不晕啊。不是，你得照顾我们，我们晕了、嗯、训练的时候吐多了几次也就不晕了。我、哦、还是吐、啊、哇，厉害吧。我什么都可以、啊、天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是不是？嗯，我跟你说，从咱们刚才这位五十岁的大姐和这小姑娘身上，我们真正的知道一句话，叫做人不可貌相。是真的、啊，海水不可漂碗。老凉了、啊、我觉得看你们表演还不如看看那些猫啊狗啊、哦、那些特殊表演。不是，我们猫狗不如。不是不是，我是看他们表演。哎，有狗、哦、那动物表演那老厉害了，是吧？来看一下那领带、啊、来。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蛇王鱼大哥要在玻璃箱内与30多条蛇亲密接触，这胆子也太大了。您跟蛇这是肌肤之亲呢，那它不会咬你啊？啊，不会咬的。那我们就带往两条这个眼镜蛇拿来。眼镜蛇，毒蛇，毒蛇。我们看看，来。哇哇！大哥，哇！小心点啊，小心啊！再咬了你，开玩笑，马上送医院了。哇，他在挑衅。哎，于大胆挑衅眼镜蛇。哎，二先生，哇，哎哎，哇，哎哎，哇，哎呦，太害怕了。就真像你说的，有的那个叫什么半边莲还是什么，可中老蛇共枕眠。毒蛇吗？无毒蛇和毒蛇都来。大哥好、哦、没事，放蛇，放蛇，先放无毒蛇。对，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也是我们乡村大世界呢表演过很多和蛇有关的环节，但是今天第一次看到了一位大哥与蛇共眠，他已经把蛇全部放在大哥的身上了，这是无毒蛇，下面放水绿蛇啊。好，哎呀，我不知道大哥为什么要表演这个。哎呀，难道是夏天不用空调吗？看见没有，这每一条都有两三米长的蛇。小的没有两米。说真的，现在我的头皮都是麻的。凉快吗，大哥？凉快吗？哦，凉快，好凉快，好舒服啊！哎呀，好舒服啊！哎，好舒服啊！好舒服啊！这可是紧要关头了，要拿铁钩把它钩出来。哇！好，第一条，哇哇哇！这条好像颜色更重一些，这条更大，这条更大。里边的鱼大哥，你还在呼吸吗？好舒服，很舒服。拿蛇的人小心了，这条更大。哇，我的天哪，蛇头完全是一个三角形。好，我们这样吧，大家一起倒数十个数，结束于大哥的与蛇共眠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耶！还有啊，啊，真从裤腿里蹬出来一个，真从裤腿里蹬出来的，大哥你太厉害了。您见过斗鸡吗？听说过训鸡师？对呀、啊。接下来这几位斗鸡达人将为您揭秘斗鸡那点事儿。什么？林贵斗鸡。哦。哎呦，还是第一次在现场啊，这么近距离的来亲眼目睹斗鸡。这个林贵斗鸡。大家看到了，好像是斗性十足，你看他这个脖子上的毛啊都已经完全竖了起来，这是两只雄性在斗，而且斗鸡没有这个母鸡斗的，都是公鸡。斗鸡对特征及斗技等有严格要求，好的斗鸡外貌要求英姿雄武，体格健壮，对其血统和战斗性能都有讲究和严格标准，这与他类鸡种完全不同。好了好了好了，各位请把你们的战斗机拿好。好，那大哥您是咱们这个斗鸡这个团队的领导吗？啊，我是六堂的，是斗鸡协会的会长。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林贵斗鸡它的这个基本的特点。眼睛要大，那个眼珠要小，眼睛要小，这个那个脸啊，这个脸的这个上面的话呢，它能够看得出来，要不带肉，不带肉，对对，不带肉，它才是金豆，啊，肉多了，肉多了，啪一嘴，钱坏了，哎，对对，钱坏的。然后呢，它这个脖子啊，还有这个脊翼啊，这个脊翼啊，长的时候呢，就说那个一个是有力，接着呢，这个背呢要有点像那个鸵鸟背呀，啊，鸵鸟背，它才是在斗的时候有力。然后就到这个腿了，哎，这个是暗腿，这个是明腿。暗腿呢就要粗，要粗要大，就是我们平时吃那个鸡大腿。哎，对对，就是那鸡大腿了啊。那么这个是明腿，明腿呢要不带肉，要细。下面呢，接着这个是枪啊，打的时候都是靠这个来打了。林贵的斗鸡呢，是咱们当地啊民俗竞技的一个项目啊、哦。逢年过节大家一块热闹热闹，来把自己养的鸡拿出来斗一斗，比一比，大家开开心。那么怎么训练呢？哦，训练的方法，我们这里还来了个训练师。哪里有训练师？怎么训鸡？我要跟鸡斗。让鸡下来，我们看一看怎么训练。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来来。哎呦！哦，实际上你就是挑衅，就是挑衅。啊！打我呀！你咬我呀！你报警啊！你打110啊！哦，就是挑衅。还要激起这个鸡的斗志，对，这才是个武林高手。
哎呦，原来是您要骑上它就是哈利波特呀。节目由老乐山旅游度假区独家特约播映。那个，你们几位敢不敢与蛇共舞？与蛇共眠？或者让哎让这蛇给你们来个全身按摩 ？Oh no！ 我知道你们不敢来，所以你看我现在趁你们看片的时候，我已经拿上了，这叫什么？指压板。哎，我们来一个指压板斗鸡比赛。指压板斗鸡大比拼，两队选手先后派出一名选手，分别在指压板上进行斗鸡比赛，把对手撞出指压板次数多者获胜。三盘两胜，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第一回合，斗鸡，鸡在哪儿？来，比赛开始。你过来呀，我是保育型的。胜利来得太突然了。好，比赛开始。本来长得帅倒不是你的错误啊，对，但你这所作所为让我们有点失望，是不是三德哥？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啊，享受这份喜悦吧。开始，最后一次啊，走。这斗起来了。第二回合是女子啊，女子比赛。好，开潘晨上场，你们本队选一个女孩。我看李九龙。怎么样？哎，注意，双方运动员上场。别着急，来一起，来，预备，上场，上场。好，就在这，别过去了，别别，来，二，我。河南这姑娘真是看得出来花木兰的不一样，对呀，就是不一样啊。谁说女儿不有难、第一回合失败了但没关系，还有两次机会好吗？来上场，加油。好，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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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啊，最后一个回合开始。不愧是宇宙豪杰，来最后一个回合。那个刚才是潘晨把这个姑娘最后挤出去，所以现在呢，孙云龙又把我们三德哥挤出去，现在算成，现在是孙云龙和姑娘最后要进行一把比拼。好的。对呀，刚才绝对我是不是很客观，对不对？哎，对，来来来，
山姑娘，你要把孙云龙赢了，那你绝对是花木兰。对，他俩的胜负将决定最后本场比赛的胜负。好了吗？来，上脚。率先出界，刚才你知道吗？李玉杰在说什么？哎，你是老爷们儿，你出去吧。对，你让着点我。对。然后孙云龙心一软，瞬间没出来。好，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啊，这个三大轮比赛过后，这个结果终于揭晓了，那就是三帅队获胜。咱们说好了啊，要有奖有罚，是不是？对。我们特别有请确山县瓦岗镇党委书记马中山给表现突出的三帅队两位颁奖。他们获得这个奖品的意义啊，是我们确山夏枯草，对，回去可以做凉茶了。那按照啊我们的规矩，两位请到冰桶那附近站好，大家鼓掌吧。请坐，你们俩谁来教啊？我。哦呀，德叔。下雨了，冒泡了，老头戴着草帽了。亲爱的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孙云龙，您是云中龙，难道还怕水吗？三二。我知道还是挺冷的啊、哦、你等着。好，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集合，我们既欣赏了我们这些乡村达人的精彩的表演，我们也欣赏了四位的骁勇善战，这个但是很不容易啊，很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明天啊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闻趣事呢？千万不要走开啊，还是那句话，吃鱼哪里去。